来看一下哈，如果说要比较这个三个金属它的活性大小的话，是钠大于锌大于铜，那我们要从哪边可以看得出来呢？同学，主要是看它跟氧气结合的程度。如果说跟氧气越容易结合，燃烧就越旺盛，所以我们可以从燃烧的程度来判断活性大小。越容易跟氧气结合的钠活性越大，越不容易燃烧的铜它的活性就越小，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